其實我最初都是一個三聯的讀者嚟嘅。我看到三聯出了很多咧，本土好本土的漫畫啦，譬如幫小黑啊、阿德啊、志海啊，佢哋出一些好有少少我自己覺得很有品味的一些漫畫咯。咁我覺得自己都可以試一下，咪嘗試 send 個 email 問下編輯有冇咁嘅機會咁樣咯。咁啊，跟住又傾咗之後又 OK 喎，咁跟住就。很快咁樣出了一本就第一本書就叫《蜂蜜綠茶》。其實出版第一本書《蜂蜜綠茶》之後咧，都自己唔知係咪可以行到呢個所謂嘅作家嘅路咯。反而三聯我覺得係俾咗一個好大嘅機會咯。佢都幫好多唔同嘅新人啊，寫字又好，畫畫又好，佢都好似一年都出咗好多本係一啲新人。佢鼓勵很多新人去出書啊，咁樣，即係我覺得都太好了，因為三聯這個咁大的網絡咧，即係我哋呢啲咁樣好似本來籍籍無名的人咧，都可以將我哋嘅作品去宣揚好遠咁樣。好似我咁啦，其實我啲書咧好多都係同我自己生活有關啦，即係講我自己的故事咁樣。咁我覺得我成日畫寫書啊，都好似匿埋咗一二角，自己喺一個空間嗰度寫畫畫。咁我覺得好需要係睇多啲唔同嘅嘢咯。成日話啲書店同生活好大嘅關係咁，書店嘅分種類好重要咯。咁我幻想啦，如果可以，譬如漫畫一個 corner， 跟住可能煮嘢食一個 corner， 旅遊一個 corner。即可能每個 corner 都設計到有不同的設計嘅，煮嘢食又可能是一個廚房啊，咁樣都幾得意啊，我覺得。其實我自己都好慶幸是三聯的其中一個作者，今年65周年，我都好慶幸跟他合作了6、7年，希望三聯可以未來出多啲。關於我哋一啲默默耕耘嘅一啲本土嘅勢力啦，創作勢力啦，希望出多啲書，跟住將我哋啲創意發揚開去。